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弟弟。夏天又来了，我们女生最害怕的就是太阳啦。是的，夏天呢最害怕太阳的紫外线直接打到我们的皮肤上。我们女生呢一定要做的就是防晒、戴帽子、撑阳伞。所以呢，认真变白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我们 KC Wimwi 最新上市的商品，哒 ，Spotlight 肌透光升级乳上市了。闪闪发光的外形，而且还有渐层的颜色，放在床头上都超级美的。而且它有150ml 的大容量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挤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。3个月，重点呢是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，所以用起来呢用量非常的省， CP 值也非常的高。像有些孕妇妈咪啊，很容易色素沉淀或者是皮肤暗沉，都可以使用它来让你的皮肤变白哟。肌透光升级乳里面还有6大有效成分：坚本二酚、彩虹藻、海百合萃取、高山火龙草、神经酰胺以及燕麦蛋白。其中彩虹藻号称具有珍贵的蓝宝石，有效帮助肌肤对抗艳阳，主黑焕白，还能自动矫正肤色。坚本二酚它媲美雷射效果，密集退散瑕疵，改善肤色不均窘境。以及大家最熟悉的神经酰胺，强势回补水分，修复干燥不适，增添水润新活力。这些就是 KC Wimwi 肌透光升级乳的终极配方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今年夏天一定要买来用用看哦。